所以老人家一分析答应了，就
Thank you.
都坐起来之后啊，我们老师就教导我们啊，其实啊，物美价廉，我们做任何的行业是以食物为目的，那个行业的喜悦在哪里？不是你赚非常多的钱，感到喜悦，那是一种欲望，最后才是目的。二是什么？在这个行业服务人的时候，我们真正帮助了人，我们真正赢得别人的尊重，这个才是快乐所在。所以人是以服务为目的。我们为什么现在各行各业没有快乐？因为我们的目的已经错了。比方说，我们在学校教书，我们的快乐是什么？孩子的成长就是我们的快乐，而且是一辈子的幸福呀。啊，假如我们当老师的是为了那薪水，为了请补习赚更多的钱，那我相信终究没有教书的真正快乐。这背后的非常好，就是电脑专业，就是要真正找到真实。
这次在我社区自己从我单位自己从基隆坡自己从雪兰莪自己从自己的乡镇自己这次我们还来了不少我们云南的同胞们西藏老人家很欣慰这整个云南文化的复兴呢是我们中国的这个火车图还没讲到我们生产之学没讲到我们战争的
市场才决定接受访谈。那访谈的主题就是古老的智慧能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吗？那这一个疑惑假如没有解决掉，那他就不可能去信主。就市长昨天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古人的信仰比我们前进前进的他才能生智慧，他看事才能看得深，才能看得远。那我们现在信仰不前进，欲望有很多，烦恼有很多，那就想得很欲望一膨胀，欲念之迷，力念之昏，它就看不远。所以我们冷静看看，古人比较亲近，还是我们比较亲近？古人啊，你们说的，我没有逼你们啊。你看，诸葛孔明先生开头就讲，但不。宁静以致远。假如我们的下一代欲望很强，他怎么会有高远的志向呢？我们看他现在欲望很强，光玩电脑三天不睡觉都有，他怎么会有志气？他只想着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已，他不要有志气。所以要清净，要不安于啊，才有高远的志向。他心都静不下来，怎么可能高远的深远呢？我们冷静来分析种种现在的社会情况，思考不能宁静，看事情。就会比较表面，看不到根本，看不到深处。像大学讲的，有德者本也，才者末也。德行是根本嘛，钱财是次物。那我们冷静想一想，现在很多国家。把德行教育摆第一位，还是把经济摆在第一位？那不是国家的方向，把吃喝摆前面吗？那他说思说想是知识，也是智慧。我们再举一个例子，现在人都觉得经济非常重要，一个曾经得过诺贝尔奖的经济学专家讲了一句话：企业唯一目的赚取利润。这句话在大学的教科书里已经传了一两百年了。请问这是知识还是智慧？对啊，智慧是经过千年的印证，不断的沉淀才叫智慧。我们现在很多教科书里的书都是近代人讲的，很可能是讲错了。所以经济学专家很多，只是全球的经济危机有多大，我们世世代代的祖先都教导我们。怎么用钱？量力为出，这是智慧啊！可是大家想一想，现在这个时代怎么叫人有钱？先算再数，而且还不是算一张。大家到大学校园里面去看啊，那
但是大学生屁股一拿出来，飘飘飘飘飘，可能平均我就上涨就不掉了。你说他有没有勇气用他的知识？有，他还会算那个比率多少，还去比较有没有知识？我还说不清楚，不很清楚。你看他的聪明都用在哪？用在不要刷爆了，迟早会刷爆了，哪会不刷爆？因为他没有从心底下功夫，他的节制力、他的定力没有提升，迟早就刷爆了。那这样子再教孩子，下一代怎么？不会浪费钱。所以你看，下一代很多贵族都产生了。月光女神，每个月都花光光。告诉大家哦，月光女神读书都读十一二十年哦，她有没有知识？但她不一定有智慧哦。欲望越来越增长，智慧怎么被赶出来了？因为有智慧啊。所以看到现在的社会现象，再想起。讲的这些话，包含主持之家格言的，我们今天深入去看，不得不佩服老祖先，也不得不感恩老祖先的慈悲，把这么好的东西呀、代代相传，留给我们。那我们立的志向。为家族、为民族，乃至于身为中华儿女，要胸怀天下。没胸怀天下的人，不是中华儿女。你们好像不大认同我的话。我们学圣教说重视之，不重视之，是吧？好，请问大家。中华儿女的师子是黄皮肤是师子，还是他的心跟老祖先的心相应是师子？不是只有皮肤的颜色，也不是只有流的血，而是思想观念跟老祖先相应。我们思想观念都跟老祖先相违背，那是败家子孙，那不是中华儿女。而我们看老祖先在大学在经典里面都讲到人要为天下出生，大学里讲古之于明明德于天下之，那就是考虑事情都要为天下利益来考虑啊。现在为什么整个地球破坏成这样？因为人的念头里面都是先想自己，他没有想别人，他也没有想伙伴呀。所以，我们冷静想一想，后代有没有好的环境可以生活，现在都打一个大问号。哇，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呢，就想留好的智慧、好的生活环境给后代。结果到我们这一代，变成我们把环境破坏成这样。我们假如继续这样下去，不只不是中华儿女，连当别人的爸爸妈妈、长辈的资格都不够了。因为后代就想，才是算当长辈的一个应有的心境嘛。不能享有长辈之名。没有见我们长辈的师子，好，那我们立了这个志，接着我们学习的态度很重要。我们中华文化是内学，内学啊就是向内，向自己的内心啊下功夫，不是向外。去要求别
不然掌握我们没有这个态度，我们光是一千万心都定不下来。比方说我们今天就这一边讲的是黎明即起，对吧？我们的心思就起来了，傻傻的清楚，哎呀，我儿子从来不上帝啊，没完一整天，哎呀，我女儿房间很乱啊，你看看你这边下来脑筋啊，很多解读啊，那都是想歪了才要求别人。那这样子继续学下去啊，那就回家里去啊，全家人都把门关起来，说那个警察要来了。就心向内求，我们道家他在那一边也讲了，正己化人。自己真正做得好，自然感化身边的人，不是去要求的。其实我们只要有要求别人的念头，我们心底当中那个讽刺别人的欲望，那个贪求的念头就没有办法坚定，没有办法放下，这是非常欣慰的。所以这个内学的心底唯从心为因，唯从默默心底呀。啊，这个很细的东西啊，你不真正去非常真实的去关照自己的念头啊，很可能都发现不了，甚至自我欺骗。人家说，哎呦，你好像有点动怒了，我哪有，我哪有？那么这个你没办法。人家提醒了都不承认的时候，那人家也不敢再提醒我们。所以首先这个内心的心态，在圣经里面也讲到，心有不得，反求诸己。就是这个态度没有建立起来，我们学圣教越学烦恼越多，因为要求别人，别人不听我们的话，我们求不得的痛苦就来了。再来不是自己痛苦，身边的人全部痛苦，压力都很大。所以圣教应该是让人如沐春风，不应该是让人家压力很大。假如我们身边的人压力越来越大，那就是学错了，我们自己学错了。就是学到自己的家人，我说：“哎呀，我这个先生学的传统文化以后，对我很友好、很体贴，到处去帮圣教宣传。”这样，您就是给圣贤的脸上贴金，你是为人表演的很好，做的很好的。再来呢，我们学习圣教。学贵立身，学一句就做一句，要有这个态度。假如没有这个态度，那每一句经句呢，它还是知识，我们只是通过它，只是把它背起来，没有办法知行合一啊，自己受用不了，不知自己受用不了。还会增长傲慢心。弟子会说：“不立心，当学问，长浮华，智慧。”读了这些啊，有时候还会赞赏别人，甚至于人家在读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也会念，我会念一句。”我们在那里表演给人家看，在炫耀，那个是傲慢的。就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背的不是书了，那这样讲浮华就不知不觉了。所以师长老人家常常提到，说李炳南老师跟我说的，不能玩弄身教，不能消遣身教。什么是消遣？难难读书，让人家觉
操作，好不好？你后来打过工，我们互相提醒啊。摄像机有骗到大家，防出面性危险。上了圣贤的大作了，迈向幸福圆满的人生大道。所以，比方说，我们今天第一句话就是“黎明即起”，明天就要早起了。有没有人说不安呢？我刚刚不应该说他，那我换成今天。其实整个世界
是要效法他们的长啊，这个社会要安定啊，和平啊，而且他们都会呢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学问，然后从事教育工作，教出了非常多优秀的学生，以后啊在家庭社会国家都做出非常大的贡献。因此我们看朱伯儒先生有留下的四书讲义他对四书非常深入我们研究四书的人都能借由他一生记录的这些智慧得到很好的启发，包含这一篇主持之前的留言，那么不知道利益了多少家庭的百姓，我们今天才一起来学习的，可是这里面好多金句我们几乎都知道。一粥一饭，当时来处不易，祖宗岁月，即使不可不成，还有一句叫三姑六婆，这些金句啊我们都非常熟悉，那可见的他这么厚积薄发请下来深入经典，他对后世子孙的利益有多大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他出来当官就觉得他贡献一定比较大他不出来当官就贡献就比较小不能用这样的去看其实读书人进退之间呢都有的用的，我们不能 在外表上看，要看他的处事因为每一个人的用言不同当然他表演出来的就不一样比方汉朝末年的郑玄他学问非常好当时汉朝已经灭了他没有民主可以侍奉他身处无尽结果满谷古圣先贤无尽十三经这些教诲他都把他注解得非常好而利益后世当然在乱世当中也有出来当官的但是你不能看着他出来当官有什么去释放其他的民族你就说他是仇富这个都不能开玩笑的比方耶律楚材他是辽国人但是他深入中华传统文化去侍奉元太祖甚至算因为古人他们看世界有缘的他知道宋朝的七书已经元成立起来了，就不可改变了。可是元朝立起来了，元朝是蒙古人啊，他们是游牧民族啊，游牧民族都是坐在马上的，所以他们武艺够强啊。假如没有这些中华文化给他们提醒熏陶啊，可能要。多少多少圣人啊，多少百姓啊，所以耶律楚材就在这个世界因缘，他都为民不为利，辅佐元太祖，结果不断的劝他要戒杀，上天有好生之道，到底利益了多少百姓，我们不谈，就光谈。元朝派兵攻汴京，攻太丰了，攻了很久没攻下来，最后那个带兵的将领啊，知道已经决定了，出城以后一定把所有的军民全部杀掉，要自杀，都已经决定要这么做了，
从耶利处在赶紧劝离开主，最后下一道命令不可滥杀，救活多少人？147万。所以这些主人的进退都给我们人生启示。大家说这么都是举真正的例子，也包含我们现在没有战争，生活物质上也没有匮乏，但是精神生活的匮乏却是5000年来最严重的。人的思想观念偏颇了，人生没有依归了。现在正是文化复兴的大时代，我们都遇上了这个大时代。他们比教授又说，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唯有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这句话大家听过没有？听过吗？大家听完有没有觉得自己跟人生不一样？没有吗？所以听了要用耳朵听，也要用心。假如有心听后，我这句话会震聋发聩，你会突然间觉得，啊，我终于明白了，我为什么来投胎了。我这句话告诉你，假如有心听啊，很痛苦。很多人这一生会觉得，我到底来这个世界里要干嘛的？难道就是吃饱睡，睡饱吃，啊，然后工作领薪水，然后？就这样，是否也是人生就过了？我那天听一个长辈说，陪着先生过了40岁以后啊，感觉好苦啊。我听到这里有讲的发凉，因为我今年刚好40岁，我想是不是我要开始做冥想飞机？1年、2年、3年一下就过去了。慈悲啊，示范给我们看，尊敬难买，尊光阴啊，一定要珍惜自己的今生时光，不要蹉跎。啊，师长老人家也讲，人生短短40年，真要做有意义的事啊，不要空来人间一遭。现在不只是空来人间一遭啊，更严重的是我们的灵性快速堕落。请问大家，我们的德行吗？是相聚的时候德行吗？还是现在？相聚的时候不闯红灯，现在吗？相聚的时候，爸爸说，妈妈说，现在呢？我怎么说？小学的时候单纯啊，现在呢？我是比较不单纯的，所以想一想，人生啊，应该是不断提升智慧的灵性，而不应该是灵性越来越多，我这样做错了。所以刚刚我们提到。解决21世纪上的问题啊，孔孟学说的佛家，大乘佛法的佛家，就是中华文化，就是说救这个世界，那是中华文化。请问中华文化在哪里？我好期待有一个人带着箱子在我这里，是吧？这个事不可以不弘毅啊，任重而道远。我们是中华儿女啊，我们懂老祖先的教诲啊，其他民族还不懂呢。然后现在这个世界唯一能救的法宝就是中华文化，然后我们也。
就是造化儿女。那我们不就已经明白这一生来这个世界干什么了吗？我看到两个眼睛都发亮，已经明白这一生为什么会来投胎了。这叫见义勇为，这是对自己的同胞、民族，以至于对世间人应该尽的道义啊！怎么不能看着世界走向灭亡呢？这叫见义勇为，这也是孔夫子的教诲。好，谢谢，我们掌声。感谢这一位同胞，他确实有这一份承担，也给我们做出示范来。当然，该承担要承担，不承担了就没这个本分。所谓见死不救，见义不为，就无用也了，是不是？是。我没讲过你们啊，对呀，见义不为，无用为，见死不救，有罪过呢。所以，诸位朋友，你们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你们只能往前走。事实上，人生真正的快乐在哪？孟子讲。正确的工作，做护法的工作，我们可以选择在我们自己的单位、行业做出榜样来。每个人的命运都不一样，可是有没有人会选择自己的后继部分？我到十年之后再出来，有可能吗？这个时候呢，我们出来。奉献，看到人家没出来，我们会不会说，你看这些都没有爱心，都没有责任心？那不能，自己出来了，就用自己的角度啊，去衡量别人，每一个人他的因缘，跟他的存心跟选择都不一样的，我们理解每一个人尊重他的选择。就是出来当官的人，就不能说那个没出来当官的人一定是没有为百姓服务啊。他可能是出处隶书，利益后代之分。所以，我们不能轻易相信自己的看法。其实我们对每一个人。包含我们自己现在已经出来做行业文化的工作，那也是一个因缘啊。
走散。许不代表我们确定别人家的，甚至于我们已经出来怎么样想过，就比一般的人危险。为什么？生命是国家，出了名以后，这个人怕出名，猪怕死呀！啊，很多。像那个就我们战犯的，坦白讲，那个战犯绝对都高过我们的深度太多太多了。啊，像我九年多前是刚好有一个机缘去了韩国啊，自己对九年的深度都远远不足啊，就刚好一个月结束了，就开始跟大家分享了。啊，假如自己不警觉，会迷失在战犯当中，迷失在战线当中。虽然有机会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他很可能自己本身也处于很危险的境地啊，更应该要时时提醒自己，不可再出啊。我刚好前几天跟一个同仁啊，他已经在一个地方从事教学的负责工作了，我就跟他交流到。学生教目标是亲近性，亲近性甚至可是假如没有时时这么关照自己啊，随时都会让出判断。比方今天我跟大家交流啊，我坐在台上，请问大家台上会不会判断？我们有一个同仁来说，说那个可以在讲台上盖一个房子给我住吗？我说我上台像条龙啊，下台像条虫啊。其实这个话中啊，我们就很冷静，我自己很冷静，在台上。欢喜，台下就不欢喜了。那是不是已经有不思想了？已经陶醉在这个讲台上的啊这种感受了？甚至于已经错过了自己的程度了。大家都这么讲到，我就以为我自己很高，其实没有。事业要谦虚啊，比方说我自己脾气不好，那把这个脾气去掉，那是不是上天有点做得到？要时时警觉，可能三五年甚至于十年二十年，像这种负债能够去掉的。所以我跟这个同仁在聊，我说这个不警觉。吃东西啊，就会对食物贪著。啊，今天吃榴莲真好吃啊，明天没得吃了，我就流口水了。那讲究啊，听听好话听得好些了，听别人一批评我就难过了，轻易会忍住啊，穿也会忍住啊，今天穿名牌的，明天不穿名牌就难过。坐车子，今天坐 BMW 的，明天换一台国产车，坐起来就感觉还是坐得舒服啊。物质会满足啊，精神也会满足啊。啊，像我们这么年轻，啊，出来分享这种文化，哇，走到哪里都被人家照顾的。连坐车车门都不是自己开的，都别人开。突然有一天没人帮我们开了，还有点不舒服。哇，把那个不舒服起来说：“你今天怎么没有人开门？”我要自己多问。假如还没有看到，又生气，今天怎么不尊重我？所以，人年轻出名啊，
very dangerous. So physical racing. 所以随着这些经历的体验，慢慢越来越懂什么叫人品聪明做咖啡。所以有时候这些道理啊，随着人生的体验会越来越深刻，就不那么念旧。分享的这些课程，这些都是老师傅教的，是师傅教的，也不是我们欺负的。各种很多的人一听完，就会把我们当很高看的。我也把给我们的赞叹，包含给我们的照顾啊，我也不知道。三四十岁的人过的生活，像被人家照顾的像皇帝，你说他会不会晕倒？会不会跳下来？逆境磨练人，顺境出太远了。尤其那个顺境到达的时候，人家一照顾，第一次照顾你啊，惊慌成苦了。第四次、第三次，这个惊慌成苦，不知不觉变成理所当然，就完了。人生最危险的是被自己给卖了。所以我在跟他交流到，我说很多时候这些长辈啊，都照顾我们了。哇，甚至连我们的衣服都拿去洗了。我们呢，硬抢过去，我们心里确实是惊慌成恐。可是抢一次、抢两次，也没有搞到进来，算了算了，给他洗洗，到最后你就完了。哎呀，我们感恩历史功啊！你看老人家的习惯，到95岁都不一定能再长，不到40岁就能再长，难怪长不胖，福都还光了，福气都折掉了，怎么会有福报？所以我们看到这弘扬文化的很多人越长越圆满。他就我长得也长得瘦，我所以不找到原因，就是太自负了，有事业的话他自己来了，所以他第一句就提醒我杀手天成我站起来，所以老师就慈悲冥冥当中知道我隐去这些东西，赶快把自己给讲明白，来讲这一步。那我跟这个同仁一交流啊，听说他隔天呢、啊、干活非常勤啊，跟他在一起的人讨论说，他现在非常积极，协助很多的工作，简不简单？我只是讲而已，他也不用再讲究了。我还跟他说呀、啊，以后呢，你跟他人聊到，我们不相信。施主天赋会产生啊，比方说人家叫我们老师，这两个字也会天赋。我是老师，那别人要叫我们就很难了，我们就觉得我们就是要去指导别人的。可是我们那么年轻，学习传统文化又那么短，就觉得自己是老师。执着在这个老师这个名字上，所以师长很慈悲啊，就教给我们：台上是学生，台下是老师，我们给大家是做学习汇报。我是经典里面说：“三才童子，我是三才，所有的人都是老师。”这样子才不会坐在老师这个冥想上，而且孟子也告诉我们，人皆好为人师，这个好为人师的傲慢，跟学习最低端，看
好为人知的事情，比一般的人醒来的更快，甚至更严重。那我们已经做了，是做了，看错了，我们心境上不可能提升，我们也不可能进步。所以弟子规又说，闻欲苦，闻苦喜，假如自己从事教学工作，听别人劝，又不能欢喜感恩的接受，那自己连彼此的态度都没有做到，那继续当老师当然非常危险，就已经不支持自己的程度，最后变成自己欺骗自己了。所以我刚才聊到，虽然我们被称老师，但是我们的程度是连圣贤的学生的基础我们都还没有掌握，这是客观的状况。那我刚才讲了，你身边的人提醒你啊，你一定要听啊。最亲近的人看我们讲的最清楚。我们在大众面前啊，有时候因为有群众的眼光啊，我们最起码会比较警觉性，是吧？失败率也会比较多，微笑也会比较多。可能一下台走入房间，门一关，脸就肿起来了。台上台下不一样，这是很危险的。所以一定啊，别人劝一定要听。我讲到这里了，刚才我是跟他们夫妻一起听的，就太太马上就接着说。没有啊，他都不听我的话。结果这位老师说：“我哪有，我哪有。”马上跟我们这个主任说：“哦，刚刚跟你讲完，你考试马上没过关。我们不能坐在老师上，你太太劝你，你就是学生啊。他劝的对，你就是学生，你马上就说我哪有，我哪有。”已经不能接受他的劝了，那你讲弟子规已经讲了好几遍了，那这一句闻过行怎么没有马上能够记起来？所以这做啊，不能住在我们的这个名相这个身份，因为这个身份是因缘，当爸爸是因缘，当老师是因缘。是借由这个因缘，真正救我们的本分，真正提升我们的智慧更多。所以我们今天被叫爸爸，不代表我会做爸爸了，是孩子来了这个因缘，来成就我们真正要当好一个爸爸的角色。那有这么样的态度了，时时要给孩子好榜样，那我当爸爸了，眼光不足了。我不懂了，那这个孩子的姻缘不就能提升我们的德行吗？所以借由姻缘来明明德，从这当中的智慧不断提升，进而才能够去利益家人，利益姻缘的人家亲民。那这个我们的人生价值观就很明显了，就是明明成就自己再利益他人，那成就自己利益他人能够做到圆满，就是止于是谁呢？那这个朱伯儒先生他的道德学问呢，能够传几百年，这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可以效仿。再来呢，持家规，那持家怎么把家建立好？从修身下手，从格物下手，从自己的德行开始，再来呢，具体下手什么？格处欲望，格处习气。
在这里啊，是另外一个意思。头也，这个头是指标准，是法式，就是大家说法的标准，其实就是亘古不变的做人做事的道理，这叫格言。那我们体会到释迦的格言，第十九嘛，放下习气，投下手。我们有这样的认知啊，我们学每一句啊，都是先在心底当中下功夫，就不会变成去要求他人。那我们看第一句说到了，黎明即起，杀伤清除，要内外警觉。其实这些警句啊，随着我们读诵的次数，都会感觉到我们古人每一句、每一个词意义都很深远。我不可想象啊，这一字一句。比方《弟子规》有一句话讲到：“父母之过，须慎。”心地上看呢，它是生活有规律，它实际啊，学生教生内学啊，一定要守规矩，因戒才能立德。大家想一想，都晚睡晚起的人有没有病？你看他每一次闹钟三四五次叫不醒，然后他一起床就拼命抢那东西都掉了。他很匆忙嘛，所以这一些生活规矩都属于戒，有应戒才能不定，应定才能看。所以学生教师首先学规矩，规矩在哪？可以说啊，每一天一言一行都是规矩啊，所以从早起。而且早起啊，也是精神的。这早起跟上班有没有关系？有啊。身有伤，衣轻有啊；身体发福，手足福啊。只要不早起的，一定是晚睡的。晚睡一熬夜，几天都缓不过来，那怎么？拿父母给的身体啊，几十年才拿把我们长大的身体拿来糟蹋挥霍，而且父母看在眼里，担不担心？天天担心，
谢谢大家。